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羽毛球队吴慧。其实长跑是对我们是练到个速度耐力啊，同埋练到气咯，咁令到我哋打比赛嗰阵就唔会咁容易就喘气咯。其实跑山同埋跑长跑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啦，即系譬如跑到后面，当你系好想放弃嗰阵，咁一定要逼自己去尽力，同埋唔可以放弃咯。咁同埋跑山仲有一样嘢好咧，就系佢系可以练埋你个意志咯。鼓励就希望你哋系即系可以完成成个赛事啦，咁尽自己个能力。我最中意睇最后冲刺嗰一段啦，因为其实到最后嗰阵时系，其实大家都好攰啦。咁呢个时候斗嘅唔系技术啊嗰啲咧，即系真真正正就系斗系最后一刻系边个系可以挨到嗰种辛苦咯，即系可以赢自己咯，超越自己。2月8号香港渣打马拉松，记住留意 Loud Sport。